挂着蓝白色旗帜的俄罗斯帝国军舰与日本舰队在海上进行激烈的攻防战，逼真的场景让人仿佛回到20世纪初两军在对马海峡决斗的现场。 澳洲航海博物馆最近举办了一场战舰模型秀，除了展出必备的各种大小船舰模型外，还有利用蒸汽、发条或是电池运作的玩具船。千万别小看这些模型船。 有些可是拥有上百万台币的身价。This collection is quite particular because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collection of towboats in the world。此外，为了增加观众的临场感，现场还有结合声光效果的战争秀。 航行在大海上的战舰，一下就被鱼雷轰成两半，也让人更加认识到战争的残酷。